你们知道今天要干嘛吗？坐最中间两个，要先来表演一段。后悔坐在那个中间的位置，真没想到有人会被 Q 上去，然后就想说，我该不会也会被 Q 上去吧？阿贤没有坐中间。哎，我原本真的要坐中间呢，还不是被陈俊霖拉到旁边去？他说，哎，那个应该不能坐吧？可能是导师啊，还是什么的，然后所以后来就没坐，不然我应该会去跳舞。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，我想你的眼，我爱你一点，让爱再回到原点。那时候成龙唱完，我那时候整个脑袋是点点点点点，因为他唱得太好了。他那时候一开口我就哦，原来他唱歌那么好听啊！两个人变成一种不许，等待也显得多余。这份爱早就已经麻痹，再痛也没关系。他们两个 Q 上去，真的唱歌的水平都是有吓到我。我觉得威凯唱歌很好听，自己有一个很独特的声线，然后是很有魅力的声音。木学姐来跟我们讲一下今天要干嘛？你们欢迎木学姐出场。在这边真的要非常恭喜在座的80位突破重重的关卡，今天你们都获得了确定进棚录影的资格。接下来的这个环节相当的重要，依照你们试镜的表现以及舞蹈营的验收，我们跟音乐制作人还有舞蹈老师都讨论之下，你们将会看到有谁跟你们同一个星球。是想要所属的星球偏地球吧，土星吧，因为那时候说土星是会跳舞，应该是火星吧，因为这是我的幸运色。没有特别想要在什么星球，就可以这样子吗？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我在哪里都可以。非常紧张，因为这个团一旦分了，就是之后的战友。就遇到什么样的团员啊，会带给我怎么样的化学反应？所以其实是既紧张又期待。我自己会想要跟实力比较稳定的人在一起。我跟我兄弟同星球。不可能是你吧？我很震惊。